好了好了，我们先看到这边。Hello， 各位，欢迎又来跟嬷嬷见面喽。我们今天呢要来谈谈这款神奇的游戏 Nice Fall。说一句老实话，你看到这款游戏的时候，应该会和我一样，先觉得它的宣传影片实在看起来蛮威的吧？然后你可能也会这样想，这是什么？这看起来太好玩了，我要为它花多少钱呢？难道说又要卖肾了吗？但就像所有的宣传片或预告片一样，你就是会觉得好像不太对劲。这真的值得我拿出我的肾吗？而且这个宣传片看起来也太好了，好的就不像真的一样。其实大多真的是这样吧。我上一次觉得没有被预告片欺骗的经验，大概是2012年的《魔戒首部曲》预告片。在那之后，我已经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了。不过说实话，比起让人失望，其实《Nice Fall》还是让嬷嬷觉得蛮惊艳的。首先呢，这款游戏舍弃了时下超流行的游戏方式。不像那些模仿 Candy Crush 的包裹着糖衣外观的大前坑的系列作品，这款游戏呢倒是很有个性的做出了自己的味道。那么理解这个游戏玩法之后呢，我觉得没错，我们现在就是回到了90年代的弹珠台啦，就是那个超好玩的太空军校生立体弹珠台。那么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感受这款游戏，它其实不是真正的弹珠台，你越玩会越觉得，比起像这种弹珠台，它更像这种弹珠台。是的，其实 Nice Fall 呢就是一款爬青狗的游戏咯，但是里面呢有半兽人跟大木桶，想象一下，就像一个日本老男人所打造的魔界世界，是不是有点搞笑？但说实话呢，还是有它相当独特的魅力哦。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和背景故事没有太大的重要性，大多数的角色呢就是做做表情吓吓你，还有他们会跟你解释战斗开始或是介绍你的新敌人，真的就是一些很简单的作用。那这款游戏是怎么运作的呢？首先，右边的拉把呢是用来发射你的士兵，其实也就是把他们丢出去到战场上。而同时透过更改能量推进，则可以锁定特定区域发动攻击，有效地摧毁敌人或者是周遭的环境。长按发射可以让你的士兵有更大的破坏力，但是它的效果还是有限的。有三种技巧可以帮你终结关卡，比如造成更多的破坏或者是造成爆炸。不过这大概就是这款游戏所能做的所有事情咯，你必须依靠你的武力，要知道什么时候运用你的技能，同时也要担心你的士兵是否可以击中魔力点，这样才能炸掉所有的东西。而这游戏中总共有两种模式，可以选择防守挑战和分数挑战两种，不过游戏本身的模板并不会被改变，就只有你的目标会改变而已。所以如果你正在找一款 RPG 的爬行狗游戏，那你可能一开始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你要的那个游戏啦。啊，对了，嬷嬷真的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讲，就是呢，这款游戏中角色的配音呢，真的是太酷了，你们来听听看。My king, 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destroy those orcs. I like trebuchets. But my king, that's not a bad idea. You hear the regents? Load those trebuchets and get ready for the attack. And what am I supposed to load them with, Baldi? We've been out of rocks for years now.Do I look like I care? Find something and quick! Alright, you asked for it! Tristan, get your blonde head over here and bring your helmet! I am not putting this on. You're just going to ruin my haircut. Alright, no helmet it is then. What the hell is he doing out there? Fire! I can't believe I'm gonna die with such a stupid name.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咯，大家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